端灯赏月人欢笑，龙腾虎跃闹元宵，国风舞者黄豆豆手唱粤语歌，再向虎山行。白凯南约会蒋诗萌，在名著中欢乐恋爱。魔术师甄泽泉，小精灵王新鱼，不一样的视角带您玩转大湾区。更多精彩就在广东卫视《龙腾虎跃闹元宵》。《龙腾虎跃闹元宵》，广东卫视2月15日21:10播出。